那梦魇在那干啥呢？你闪现了，我怎么办呢？不要再追了，我闪还不行吗？你说俺俩交两个闪是为了什么呢？兄弟，你说这波是不是有点小贱了？这波贱他干嘛？你说这波为什么要小贱一走？两个闪现，哎呀，300秒，等吧，等个260秒，260秒多长时间啊？还打个晚豪，没闪现跟晚豪怎么打呀？要晚豪推线，晚豪，我不可能跟你打，你明白不？我不打，你压吧。呀，我一个兵我也不补，你除非你是把我能拽得过来，要不然我就不打。假装上，其实不上。假装上，其实不上。假装上，其实不上。哎，勾啊勾！他也就七个兵，我们塔下收兵。嗯。哎，你看把E交了，哎，我补一个兵，漂亮啤酒人，他九个兵，我五个兵也行啊，我指定是不上，那梦魇10%在上路，我们没有闪现，我连塔都不出。我连防御塔我都不出，这波我说实话，你不让我补这炮车，你有点过分了啊！这炮车我肯定是得补，一个炮车等仨兵呢，抽一个兵。控一手线，哎呀，这不害人的吗？哎呀，害人精啊，属实是害人精啊，兄弟们，打的什么玩意儿这是？不踢就好了，那干起来了咱也不能不踢呀，我寻思能不能帮赶克一波啊，这波帮赶克一波行不行？属实是有点难受了啊。哎呦我天，差点给你搂死，兄弟，晚猴已崩，打不了差一秒，哎，有点烦。我寻卡波兵线进去呢，妈的，梦魇又来了。
给我的保密器。我们的上路其实已经不用去了。这已经没什么好去的了。我们来中路蹭一蹭。很有可能梦魇搁旁边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死不死？可以，600。乃是。来个皮孩吧。晚豪跑挺慢的。600。这人什么意思？汤桑全国人吃的。你要干嘛？你有病是吧？我给你治治。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装备多好，我操！我刚才拿了个600，你是不是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对你6级，你肯定能打得过我。你等我6的，你等我6的啊！你别着急，等个16秒。我这个人别的没有，就是能忍。亮个牌儿，他急了，看见没？他已经开始有点急了。哎，好爆！别哥，我错了，哥，别这样。我操你猴子，那哈子咋没来呢？又是这个梦魇，本来我双杀了，妈了的，那哈子来了是不是全死了？那哈子不来，哈的02，怕你不知道，跟你说一下，我知道了，我刚看见了。梦魇又搁上路呢，就是不打，哎，就不打。无论你怎么的，我都是不打。你也出分离者呀？我等个20秒再打。无论你怎么样，我就是不打。
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好传送追使劲追来追追还出三项的玩个晚豪不出挺进破坏者出三项之力呗行他已经有点心态爆炸了兄弟们A 扣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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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换就 A 接扣来人就死 B A 平 A 死掉哎别飞我啊这里太塞住你的小的我哥帮一帮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哎呀白去了这边感觉可以吃塔皮的吃不到了退下再扣一下 ，EA 段 ，W A 扣带段。开始无限被我单杀。已经有点心态爆炸了吧？说实话啊，这晚豪心态不行，跟我们比还是差太多。没飞我就继续拆了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이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兄弟们维他命我马上塞不点孩子塔皮他也吃不到我吃了四层塔皮我们家这蛤子确实不咋地确实是不咋地저기학살중입니다적을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哎呦好疼谁死了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이전장을지배하고있습니다항상최고를추구해적은전장의화신입니다나도어때나최고지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 저 더블킬. 아? 아! 당했습니다. 梦魇又来了。 梦魇来呗，坑你他妈玩意儿呢。 可能梦魇在左边。你是真他妈的是菜！ 我都多余来救他，真的，我真是多余。他只要不被那塞拉斯链了，他是必死的那个塞拉斯，给他多一段位移。 哎，真是头疼。艾克玩的其实一点问题没有，那中单不行。 太弱了。